Hello， 咁就歡迎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咧，翻到嚟啊！今日21日啊，國際大棋局嘅第一節。咁啊，進入節目之前咧，懇請咁多位聽眾咧就按讚、訂閱、俾 like 啦。咁啊，口耳相傳我同台長嘅節目啊，俾你身邊嘅朋友、同事、屋企人啊。咁啊，亦都咧係有能力嘅聽眾咧，可以訂閱我同台長嘅會員啦。咁亦都係可以，譬如睇到 QR code 可以支持下我哋啦。咁啊，今日咧個情況咧，嗰、個時間好緊迫啊，因為其實咧阿台今日同聽日咧係有兩個會議要開，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如果聽到啲雜聲咧，就唔好介意，因為其實今日咧就我哋兩個都唔係可以坐定定咁嚟錄啊，甚至乎阿台長啱啱做完嘢咧，飯都未食咧，就要阿台長過嚟幫手做節目啦。咁啊，聽日咧台長嗰個會議應該係個時間更加長，咁啊又係要睇睇個時間啦。咁啊，如果咧阿老師一忙嘅時候咧，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可以支持下我哋節目咧其他嘅主持同埋咧其他嘅嘉賓可能講下。一啲其他，譬如講緊嘅內容啦，咁啊，我哋咧亦都係啦，國際大棋局咧會盡量去揾多啲唔同嘅朋友仔咧，去講多啲佢當地咧嘅一啲睇法啦，一個叫成個世界動向啊，因為呢個節目咧，其實台長定義咗嘅，唔係一個屬於港民、澳民，即係澳門啦，或者係大陸嚇呢、這個落大陸嘅文嘅報導，而係應該係綜合曬咧去做一個最全面。嘅世界發展嘅一個嘅時事節目，咁呢樣嘢咧，咁一定係要做到台長嘅要求，所以我哋都係會好努力嘅。咁啊，今日咧翻嚟咧，咁啊聽眾們啦，琴日睇到哇，台長原來有講波喎，咁樣咁跟住亦都之前即係我講過台長講高達啊嘛。去講模型喎，咁啲聽眾專登去揾啦，咁當然有啲聽眾啊，原來阿台長即係佢原來十幾歲時候係砌過模型，咁台長都係人嚟，佢都有後生嘅時候，咁台長砌模型係天公地義嘅事，咁不過咧台長就唔係砌機械嘅，唔係砌鹹蛋超人嘅，佢係砌咧啲軍事啊嘅一啲嘅模型啦、坦克嗰啲，咁所以有時大家睇到台長啊，點解對俄烏戰爭啊、對世界局勢戰爭上面咧，亦都係即係咁有興趣，即係呢啲。是絕對是小個培育出來的。那麼昨天有聽眾就說，喂，台長講波，跟著他就反而呢聽眾呢其實不約而同，有是好幾位聽眾呢都是私信我呢，就說啊，不如可不可以聽下台長講下他其實 他最細個嘅時候，佢幾時開始係睇足球咧？咁樣咁啊，想我同台長講講啦。咁啊，老師，咁啊呢一條問題未同你答過，因為今日根本冇時間夾啊，今日係太忙啊。咁啊，真係我諗，如果大家夜晚八點睇到節目咧，你而家聽到嘅節目咧就我哋喺呢個節目上架前個零鐘錄嘅啫。咁所以咧，阿台長喺呢度，你會唔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對呢個球賽嘅經歷咧？咁如果以前咧，我就覺得即係大家可能要其他節目先聽到呢啲集體回憶啦，咁但係今日咧，因為嗰個世界盃開羅啊，咁所以應景咧，我覺得可以喺度講講嘅。嗱，即係首先要講講今日世界盃開羅咧，有啲咩值得嘢講。咁頭場嗰個比賽咧，厄瓜多爾對主辦國卡塔爾咧，其實原本就冇乜睇頭嘅，我哋都即係放棄咗噶啦，我哋都唔係即場睇嘅嚇。咁但係事後當然梗係睇翻啦。咁咪個討論嗰個焦點都喺嗰個越位波度啦嚇，咁呢度唔怕爆埋，即係我哋錄咗個節目嚇，應間都同呢個節目時間差唔多時間上噶啦，咁咧就同阿興哥同埋阿宋生咧一齊講講嗰個越位波究竟點樣，咁我哋大惑不解嘅，就算我睇咗頭先即係喺網上嗰啲嘅解釋啦，即係用咗啲咩新科技話喺上邊，即係成睇落嚟咧，我哋都唔明白噶。咁但係呢個牽涉到一個問題，就係嗰個事前個比賽咧，就傳說咧就嗰個卡塔爾方面咧係俾巨額嘅款項咧賄賂呢個厄瓜多爾嘅球員，咁都當然呢個係傳言啦，咁但係未必俾個球員，因為可能俾個球證啦。咁我哋第一個波就話，而家唔係個球證收咗錢啊咁樣，咁可能唔係嘅，但係咧。那個波本身咧個過程咧其實係可以吹嘅，但係就唔係吹越位，我哋覺得嚇。咁我講唔算數啦，但係即係呢啲老牌嘅即係專業球員啦，阿興哥嚇呢啲球壇名宿啦，佢哋講就有一定嘅權威性喺度啦，所以佢都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呢個波點解會變成一個越位球咧咁樣。咁但係我哋唔係講波嘅，我哋講翻即係今次嗰個世界盃個政治方面咧，就相當之多爭議嚇。咁你話我睇幾時可以睇波咧？我依家會講嘅。咁但係我哋都係
即係介紹咗呢個比賽先啦。咁但係一個新聞咧，我都喺度提一提嘅，就係咧呢個就 Five 新聞嚟嘅，咁就係《星島日報》去做啦。佢哋就話咧喺當呢個 APEC 嘅時候咧，就佢哋有訪問啊呢、這個啱啱撞到啊阿黃創山。咁老一代嘅即係新一代人未必知道阿黃創山係乜水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即係個好熟悉嘅人物嚟嘅，因為黃創山咧當年咧。佢原本係即係泰國嗰邊嘅富商嚟啦，佢但係喺呢個70年代嘅時候咧就過嚟香港。嗱，我可能個有啲有少少錯誤㗎，但係咧就即係唔好怪我，因為我純粹求即係憑記憶啦。咁佢就喺香港咧，佢搞波啦嚇。咁當其時咧就有一隊波啊，咁就精工。咁後來阿黃創山佢亦都成為咗香港嘅足球隊嘅領隊嚟嘅。咁今日好高興啦，就因為佢哋開 APEC 嗰陣時開會咧，就阿林建岳咧，貿發局嘅主席林建岳咧，就喺泰國嗰邊。竟然我見到佢咧，就即係同阿黃創山一齊啊，即係用膳，咁咪食燒鵝嚇。咁誒，對於黃創山咧，咁當然佢有好多嘢可以講啦。但係咧，佢對香港個足球嗰個貢獻咧，其實相當之大嘅。當年我哋睇得好波，譬如啲外援啦，即係一啲真係相當之有實力嘅外援啦，譬如荷蘭嘅嚇啊迪莊嚇，這個穆連啊嗰啲過嚟香港踢咧，咁我哋當其時係。即係覺得哇，真係相當之犀利啦嚇！因為佢哋真係踢過世界盃決賽噶嘛嚇，穆連就冇踢，但係迪莊呢啲到最後都有出場嘅嚇。咁仲有好多嘅海恩啦，呢啲好勁嘅球員啦嚇，即係世界即係都踢過世界盃嘅，即係提高咗呢、這個香港嗰個足球嘅比賽嘅可觀性啊。而佢細佬啊過身噶啦，阿黃創寶咧。就搞呢個保羅華嚇嚇，咁但係好不幸啦，就佢細佬就俾個即係會早過身啦嚇，咁所以我哋都即係覺得比較惋惜。咁但係點解我要提呢件事咧？就係香港足球佢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吸引到我哋入場睇嘅，我自己有睇嘅，即係所以頭先你講話我幾時可以睇波咧？咁你應該問啦，係呢個。睇電視去直播，你頭先講話啊，手抱嬰兒嗰陣睇呢個馬拉多納咁樣，咁嗰啲我唔算嘅，我係講緊入場睇波啊。咁入場睇波我哋有嘅嗰陣時啊，我哋去大球場睇波啊，當年仲見到阿允老啦嚇，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允志強啦嚇，呢啲嘅球員啦嚇，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候係一個好多嘅好好睇。嘅一啲嘅球賽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去入場嘅嚇。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每況愈下啦。啊，我都好坦白去講，即係而家無論話大家點樣支持呢個香港足球聯賽或者足球隊咧，我都唔會係睇，因為我覺得唔好睇啊嚇。嗰陣時就算輸波，即係都有一好好嘅娛樂性俾我哋去去睇。啊！呢啲球賽啊，個球員嘅表現啊，過關斬將啊，有呢、這個好好嘅表演俾我哋睇嚇。咁、啊、但係而家就冇呢啲嘢啦嚇啊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放棄咗㗎啦嚇啊。咁點解當其時黃創山佢收尾就去即係、就是、離開咗咧？黃創寶佢哋好簡單啫，劣幣驅除良幣。啊，到咗尾啦，即係佢哋覺得即係喂，呢啲球賽要保持嗰吸引力，就去搞呢、這個即係超級聯賽，啊，要即係減少啲球隊嚇，等個比賽個嘅可觀性高啲，吸引啲觀眾入場，亦都收貴啲嚇。咁、啊、呢個咁有遠見嘅做法，即係嘅提議咧，俾香港其他啲球會咧係杯葛啦，例如嗰啲咩咧愉園啊、東昇嗰啲啦嚇。咁呢啲球會以前就係所謂嗰啲左派球會啦嚇，冇乜建樹嘅嚇。即係成個足球嚇，搞得即係停滯不前，咁佢哋都有個站喺度啦嚇。
咁結果就係佢哋黃創生、黃創寶就冇辦法啦，就離開咗啊。咁自此之後，其實我就唔睇嘅啦，開始，因為完全唔好睇啊啲波嚇。咁但係今日好高興啦，見到黃創生佢仲喺度嘅時候咧，佢都係相當之精神啦。咁你話叫佢而家翻會唔會翻嚟香港搞波咧？唉，就算而家抌錢落去都醫翻都嘥藥費啦，係咪啊嚇？咁啲球員嗰個質素，就算你請多多外援翻嚟，咁變咗成個即係香港聯賽都揾外援踢咯嚇。咁搞到咁上下，有啲誒俾唔起錢，有啲啊冇得出糧，咁樣即係變咗醜聞嚟嘅。即係實際上香港應唔應該搞呢個職業足球咧？我自己又相當之大嘅懷疑啊。咁但係當年咧，入場睇波事實上係唔錯嘅嚇，真係幾好睇嘅啲球啊啲嘅球員嘅表現啊。例如咧就係我喺嗰個場入邊睇一睇當期精工啦，我見阿森寶啊喺呢個邊喺阿胡國雄喺側邊底線。一推一推，即係揾個手咬開個人，跟住一斬個波出嚟，阿森寶喺中間一頂頭槌入網。其實我係睇唔到個波入嘅，因為點解咧？我耷低個頭，一及翻個頭出嚟，佢個波已經入咗啦。啊，咁你快得幾緊要咧？咁你話而家即係有冇啲咁嘅波睇咧？啲個人技術一個扭幾個，即係就算話輸，但係都好睇啊嘛嚇。咁而家冇呢啲咁嘅情況，所以我哋就唔入場嚇。咁至於你話咧，即係呢個今屆嗰個嘅。世界盃咁咧就有啲咩可以值得提咧？就係、是、啊，原來中國喺呢個世界盃入邊咧好多好多貢獻啊！由頭到尾啊，呢啲場館啦嚇，入邊嗰啲嘅設施啦，全部都係中國人提供嘅。所以今次咧就呢個世界盃中國威曬咁樣嚇，咁咪中國嘅足球中國嘅足球隊都威噶，都冇輸過噶。因為根本冇打過嘛，咁啊冇輸過咯嚇。咁而家即係我諗，而家全世界都即係呢個中國都係見到有啲咩嘅機會咧，都係覺得可以即係宣揚呢個中國咧大國崛起啊嚇。連啲今次世界盃中國隊冇參與嘅，都成為咗呢個中國嘅嚇，即係去宣示佢嗰個即係大國崛起嘅一個機會。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冇得定啦咁樣。咁至於話咧，你話我幾時睇波咧咁樣？如果你純粹講呢個電視直播或者轉播咧，我哋由呢個1974年開始就已經睇噶啦，嚇，即係直接睇到啊！因為之前咧，呢個1974年之前咧，係冇世界盃嘅決賽係冇直播嘅，你係事後 N 個月咁後之後咧，就唔喺電視睇到，係去戲院睇嚇，去戲院睇翻呢個即係。例如巴西隊啦，話當其時點威化咁樣，咁你話係咪過曬即係過曬氣咧？唔係嘅，當其時個社會唔需要而家咁樣啊，即食嘅嚇，咁已經覺得好過癮嘅啦嚇。當其時嗰個技術咧係相當之富娛樂性嘅啊，譬如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個山道士啊，巴西嘅球隊山道士嚇，當然有比利喺度啦，就嚟香港鬥對呢個紐卡素，咁啊比利咧。一個即係一個頭槌輕輕一點過咗個後衞，跟住三個一控，再過埋另外一個後衞，再腳一跳過埋第三個後衞，跟住到第四腳射門入咗，即係射入咗。咁跟住成個過程咧，個球咧係從來冇掂過地嘅嚇。咁呢啲咁嘅即係表演咧，其實而家就相對比較少見啲嘅嚇。就唔係話而家啲球員咧，國際嗰啲即係水平咧未到，而係話球隊方面咧係唔會俾到咁多嘅呢啲個人發揮嘅機會你，因為你扭到係好啫，扭唔到俾人搶咗個波咪點算咧咁樣嚇。咁對於我哋嚟講咧，足球已經唔係好似以往嗰種吸引力啦，因為點解咧？即係而家商業掛帥嚇，即係啲球員咧，佢身價好高。又包括即係會好多呢啲咁嘅廣告啦嚇，即係去支持佢啦嚇。嗰個足球嘅熱誠咧，係比以前咧係少咗嘅。咁我哋可唔可以證明到以前足球嘅熱誠咧？就係當其時咧，比利嚟香港咧，即係訪問嘅時候，佢嚟咗好多次喺70年代。其中一次咧就即係牽涉到我哋學校啦。當年我哋讀緊中學，咁突然間有一日咧，就老師發覺點人嗰時。個英文老師嚟添啊，係呢個英國嘅一位女教師。點解冇咗咁多人嘅咁樣？哦，原來咧係呢個比利咧教踢足球，佢哋個個咧就即係獲得校方嘅批准咧，就走去
即係接受呢個比利嘅一個簡單嘅訓練，就教你做咩？教你射十二碼。咁我其中一位同學咧，都係因為佢係校隊啦，咁所以佢去咗啦嚇。咁佢係真係親眼咧，親自睇到比利射十二碼俾佢睇。咁咧今時今日，即係後來嘅無論高魯夫啦嚇，即係馬拉多納啦，嚟香港嘅時候都唔會做呢啲嘢噶嘛，邊度會採你呢啲咁嘅即係僆仔啊？但係比利嚟到嗰時係一個球王啦，都可以嚟到咧，都係。即係可以同我哋嘅同班同學啊，即係走去見面，咁啊，所以咧呢件事咧，我歷歷在目嘅，喺即係到而家咧都係好深印象啦嚇。咁啊，同阿興哥講波嗰時，佢都睇啦，就當年咧，佢亦都係直接同呢個嘅比利對壘嘅嚇。咁啊，打完踢完波之後咧，比利從好老遠啊跑過嚟同佢握手嚇。咁呢個證明咧，呢位球王咧就冇乜價值嘅。咁而家嘅球星有冇呢種咁嘅風度咧？不得而知嚇，希望有啦嚇。咁至於話即係睇直播嗰陣時候咧，我哋1974年就睇即係慕尼黑世界盃，亦都有睇呢個荷蘭對西德啦，係一場好精彩嘅比賽，我到而家都即係歷歷在目嘅。所以咧就即係如果有聽眾問起我啊幾時睇波咧，咁頭先嗰啲咧就係我睇波嘅歷史。但係近年嘅波咧，好坦白講，無論香港或者呢啲嘅乜聯賽，其他呢啲國家嘅聯賽咧，其實我已經即係冇乜興趣啦嚇。但為了今次世界盃咧，咁我都做緊少少功課嘅嚇，咁誒希望咧就喺兩位前輩嘅即係保護之下咧，可以做好一個世界盃嘅特輯啦嚇。咁啊，多謝各位啊！哇，咁啊，哇，好詳細都提咗好多人名啊！我發覺而家咧好大鑊噶，台長咧做好多節目咧。好似神秘之嘢咁啊！咁你聽漏少少咧，咁啊基本上咧，咁你又要重聽噶啦。咁啊頭先咧提到嘅人名，梗係固然係珍貴啦。咁啊同埋咧，阿台長咧揾到阿興叔啦，話呢啲真係頂級人馬啊嘛，好犀利啊！咁啊，我簡單啲講兩句啫。咁啊，第一咧，咁我第一次接觸世界盃咧，就係講緊係呢個應該係90年世界盃啊。咁當陣時咧，我爸爸就成日喺個電視前面去睇啦。咁跟住咧，咁當時咧，我係完全對足球冇概念嘅。咁就叫做話佢，我爸爸就係同我講兩句説話啫。呢個世界有兩個咧係堪稱為呢個神嘅，咁一個叫比利，台長頭先講嗰個，咁第二個就馬拉多納。咁兩個入面咧，佢話馬拉多納好波啲。咁所以因為佢呢句説話咧。咁佢同我媽咪咧就帶我去食麥當勞，喺麥當勞度咧換咗隻阿根廷嘅杯俾我。咁佢喺度睇世界盃嘅時候咧，我咪喺隔離啊倒牛奶啊倒維他奶啊，倒落個杯度飲啊。咁啊跟住咧，嗱呢個係我人生第一次世界盃印象。咁啊人生第一場比賽咩有印象咧？就係我爸爸。佢同啲唔知嗰陣時佢係啲咩代表咧，即係同啲朋友啊嗰啲，我唔知係同啲咩官方啲交流咁樣，請啲嘉賓啊著球衣一齊。踢球啦，咁我爸爸有份嘅，咁佢我第一次咧就係佢抱我入去，咁我可以感受到啲草啦、草地啊，即係真係草場嘅草地啊，嗰種嘅草嘅味道啦，跟住咧見到嚇，哇原來個球場咁大嘅，咁你諗下，喂十歲未到嘅斯洛文俊望落去真係好大嘅，個球場好 Q 大個啊，咁跟住幾歲嘅就係佢抱住我入去睇佢踢啊，咁跟住你話個場入面我都分唔清啲人㗎啦，咁啊不過咧就正規第一場正規嘅比賽，雖然係一啲邀請賽，咁我爸爸係有份係去內踢啦咁樣。呢個係我第一場咯，咁但係你話個味道同埋嗰個對球場嗰種大啊，嗰種程度同埋嗰種，即係你感覺到話啲陽光曬落嚟嗰個草度咧，個草好似有翻啲草味係上翻嚟俾你聞到啊，嗰種感覺咧就好深刻啊，咁啊，亦都咧嚇遲啲咧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咧，因為我真真正正人生啊，真係叫做話有印象嘅第一場比賽係94年世界盃啦，因為嗰陣時有個人就我好中意，中意咗一世。嗰個人叫巴治豪，咁啊，即係但係有機會啦嚇，再即係有機會再重温下啦，因為哇呢、這個真係色傳奇色彩啊！咁啊，今日咧其實辛苦啊台長啊，即係嗰邊做完嘢，飯都未食要趕過嚟，咁啊做我哋呢邊節目。咁其實今日咧講聞就好多，咁由朝頭早開始啦，我哋工作人員啦，同埋有啲會員都發咗啲嘢俾我哋啦。咁啊，第一原來 Twitter 咁啊大亂啦嚇，即係嗰個國際嘅情況，咁啊 Elon Musk 就去整頓佢嗰個啦。咁另外咧，喂講緊啊，我哋最中意嘅，哇犀利啊，唔係等 Sir 李 Sir 啦，阿李 Sir 喎，喂阿李家超嚇。呢、這個最偉大人咧，原來咧
嚇，佢真係同呢個國際上最偉大嘅人咧企埋一齊。咁啊，香港最偉大的人同埋呢個大陸最偉大的人咧，喺呢個場合度咧，原來翻嚟就哇，原來有噩耗啊！佢又中招喎，即係佢好似中咗唔知幾多次嘅。咁跟住咧，啊呢件事啊，而家係熱話啦，全城熱話啦。咁啊，另外咧嚇，亦都即係要講到啦。咁啊，喂，香港最好嘅一個最即係精英嘅部門啊，公務員之首嘅部門咧。就唔使講，梗係警隊啦。喂，警隊好似又出現咗一啲嚇、啊、花邊新聞咁樣，咁又係啊鬧到全城熱烘烘。咁啊，亦都咧嚇，咁啊有，亦都又有一啲即係比較瑣碎嘅事啦。咁聽眾啊話，喂，其實哇啲我兩口子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鬧交，鬧到去踢人哋個土地公啊！哇，大佬，喂，咁呢啲咧嚇，咁啊係瑣碎事嚟嘅啫。咁啊，其實今日咧香港咧。嘅新聞都好多啊，咁我亦都係頭先同阿台長冇時間 briefing 啦，咁交支麥俾老師，睇下老師中意揀邊件嚟講就揀邊件講，好冇先？都唔使揀嘅，呢啲即係論重要性，因為排序咯。嗱，舉個例，譬如話最大禍係咩咧？咁啊，李公公嚇，咁啊就啊而家威啦，係咪啊嚇？你見佢嗰陣時即係。一哇上位嗰陣時嗰種嘅意氣風發嘅樣咧，你知道個人呢個即係嗰個人嘅深度有幾多啦？咁佢咧而家就哇即係扶搖直上啊，即係貴為特首咁啊，去 APEC 啊，咁啊去見話呢啲各國嘅領袖啦，又真係同佢啊，佢見咧阿李顯龍，即係新加坡嘅總理，佢話。李顯龍咧就恭喜你成為呢個特首咁樣嚇。啊，佢跟住話啊，即係啊講咗兩句之後就話24小時唔夠用，我無厘頭。咁人哋同你講呢，咁你即係話，即係你點啊？即係話你自己好忙啊？24小時。咁李顯龍忙唔忙啊？李顯龍梗係忙過你啦。人哋都唔知要亦即係去處理呢啲國內嘅問題，又要應付呢個國際局勢，又成係嘛？啊，前幾年仲要即係新加坡要主辦呢個特朗普見啊金將軍嗰個即係做佢個 host， 即係呢個即係東道主。唉，你喺人哋面前你噏啲做乜嘢啦？一係咁，所以叫你李公公都冇錯㗎啦嚇。咁嗱，但係呢次咧呢件事係大嘅，點解咧？即係你話喺嗰個場合去，跟住翻嚟你又感染咗，咁我唔知嗰個感染嘅途徑喺邊度咧，事實上亦都查唔到嘅。咁你有冇都安心出行咧？即係跟住你響啊，話俾其他人聽你中咗咧咁樣，咁冇咁嘅必要啦。即係亦都反面證明一樣嘢，你即係安心出行呢個作用喺邊度係咪啊？喺香港啊，好啦，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即係你企喺金上，你係位公公。你就應該自己知道自己身份啦嚇，咁你喺下金上側邊，你應該戴翻口罩啊，係咪啊？你而家中咗招啊嘛！呢個計之前咧，阿金上落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後邊有位其實六尺幾高嘅立法會議員啦，咩漁農界嘅代表，唔鬼記得叫咩名啊，姓何嘅。哇！佢之前又係意氣風發啦，話金鋪見到邊個邊個，哇，仲唔發達？啊，應該為呢、這個佢嗰個界別啊啲嘅選民爭取啲乜乜乜，好快跟住佢確診咗嚇，佢同阿譚耀宗確診咗，即係但係佢係最近距離企到金上後面，咁啊翻去就可能好事咧，金冇中到啦嚇，咁啊但係佢收下聲咯，基本上唔敢講嘢，點解咧？喂，如果有啲咩事咧，你呢啲就肯定有陰謀喺入邊啦嚇。即係你係咪特登嘅？你特登自己染咗隻染咗呢個即係病毒之後，就企喺呢個金像側邊。其實你係咪想害佢咧？係咪啊？你想即係搞到佢都病埋係咪啊？輕則啊就重病，重則就可能搞到咧就跟住咧好多好多後遺症啊！咁你而家呢個李公公亦都係同樣嘅問題啦，係咪啊？你又好似之前啊，前幾年啊，嗰個港珠澳大橋通車嘅時候，呢個前任嗰個呢個咁呢只嘢咧，著住件長粉紅色嘅旗袍，與呢個金像並肩而行。當其時又係意氣風發，過咗半年之後，成個局勢完全唔同曬，即係變咗呢個千古罪。我唔會用個人字，因為我從來唔會用個人字去形容呢只嘢嚇。咁你而家
又夜風化啦，哇！真係又見到哇，即係坐喺呢個金像側邊，以為哇好威人。哦，原來你坐咗診。嗱呢鋪咧，如果你係惹到其他人咧，喺同一個場合咧，你係大鑊㗎你嚇、啊。你有心定冇心嘅咧？係嘛？我信你冇心嘅，但係你點解你事前唔做啲防護措施啊？點解你唔戴個口罩嘅？係嘛？咁你依種咁嘅咁對國家安全啊毫無概念啊！你係咪應該即係去公開自作，即係去自即係自我批評咧？嚇、啊，去承認你嘅錯誤咧？嗱、啊，我唔知阿鄧炳強局長點睇法啦嚇、啊。我啊即係啊對呢個國家安全呢樣嘢個認識一定唔夠你深噶啦。但係呢幾個月啊！嗰啲劈友啦嚇，搶嘢啦嚇，傷人啦，到琴日仲有噶嚇，係咪啊？又係俾人圍斬咧，又係嚇，唔知咩事啦。咁你呢度你已經搞唔掂啦，係咪啊？呢度你已經出現咗咁多，即係呢啲國家安全問題啦。你show嗰個乜嘢嗰個鋸齒虎嗰個咁嘅水炮車都冇用噶。你而家街邊情況，你係咪出嗰個水炮車搞掂啊？唔係啊嘛，係咪啊？嗰啲係嗰啲咩南亞裔真係周圍劈友啊嘛，係咪啊？好似唔知巴基斯坦咧劈嗰啲尼泊爾嗰啲咁樣。喂，你搞掂啲先啦，已經殺錯良民，咁點算咧？第二樣嘢，阿李家超呢個問題都係關乎呢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嘅喎，係咪啊？咁你即係可唔可以去敦促阿李家超嘅呢位阿李公公咧？喂，你咁唔啱喎，你咁唔掂喎，即係你一陣間搞到呢、這個即係金上嚇，有啲咩冬瓜豆腐你負擔唔起喎，佢應該提即係去提示下呢樣嘢嘛。所以我對即係兩位咧，我都係有啲失望嘅嚇，無論對李公公或者係呢個阿鄧炳強局長啦，即係我哋係從呢個國家安全呢、這個大是大非嘅問題去討論呢樣嘢嘅嚇，所以就唔係話挑起呢個政府啊，即係市民與同政府之間嘅。呢啲嘅對立啊，或者矛盾啊，真心真意從一個嚇愛國愛港嘅人咧嘅立場咧，去即係提出呢啲咁嘅質疑嚇。咁第二個疑問啦，頭先就民進都提到啦，就係話咧即係而家啲嘅警察咧又好好奇啦嚇。咁啊點解好奇咧？事源咧就係喺即係幾月之前咧就有一單。即係風化案，咁琴日我就知道，琴日我已經即係知道呢件事㗎啦。但係咧，我琴日就唔好意思講咧，點解咧？琴日就阿文俊提到啦，有位三歲嘅即係嬰兒就有聽到呢個節目，咁我就唔想話即係去睇啲即係講一啲咁嘅新聞咧，去令到佢嚇即係聽到都唔係好明係咩事咁樣。咁但係今日咧就過咗啦，咁我就喺度，即係我諗佢都仲有聽啊。不過即係佢嘅應該家長指引啊呢段啦，啊，即係我哋講完之後，家長就講俾聽啊，呢件事係點點點點點，等個小朋友知道係咩事啦嚇。咁咧就喺六月嗰陣時候咧，就網上咧就有一段片，就喺一對男女咧就喺啟德嘅個屋苑外邊嗰露台外邊咧就進行緊一啲性嘅行為嚇。咁當其時，我哋都討論過呢樣嘢咧。我話即係你唔望咪冇事咯。但啊，後來原來唔係，佢就話咧，即係作出有違公德嘅行為。咁究竟你偷睇佢有違公德，定係還是佢喺個露台去做一啲私人嘅事情有違公德咧？咁我唔知啦。我就覺得後者咪前者，即係你去影低張相，反而我覺得你有問題啊。咁但係冇計㗎，係咪啊？咁而家即係喺事後好快就拉咗嗰個即係男性啦嚇。咁但係個女性咧就被攝錄咗之後咧，就好似都喺後來都係拘捕咗嘅嚇，唔係應該調轉咗，最初應該拘捕個女性先嘅，嗰位女士先嘅，咁後來就拘捕個男性啊。咁但係個問題咩咧？就係而家咧又即係發現咧，就幾即係百幾位警員咧，未經授權之後就登入咗呢個警方嘅內部系統查看呢個女事主嘅容貌，咁跟住咧就用呢個內部通訊嘅 WhatsApp 咧。就群組傳閱，當中啊涉及一個更高級嘅警務人員，咁警方咧知悉之下咧就展開調查。我覺得呢個有啲語病嘅，雖然我 call 呢個都係即係呢個嚇亞洲 RFA 啦嚇 ，Radio Free Asia 亞洲自由電台。
咁點解有語病咧？就係、是、涉及呢個高級公務人員。咁啊，警方咩人去查佢咧？中級公務人員啲高級噶咯，咁係咪更應該更高級嘅警務人員去就係查佢咧？就係、是、應該係警方管理層嚇啊，即係去知悉之後咧，就展開調查啊，係咪？唔係警方咁簡單，你叫唔通叫條散仔走去查呢個高級警務人員咩？梗唔得啦，係咪啊？咁呢件事咧就令人懷疑咧，涉及警員係咪即係涉及干犯不誠實之用電腦嘅罪，同埋有紀律問題？嗰啲係嘢真係難搞，因為而家我哋咧，譬如話我哋喺個網上講嘢咧，佢隨時都可以話你咧就不誠實使用呢個電腦嘅罪咁樣。咁但係警方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當然嚇，即係刑不上大夫，罪禮不合禮不及禮不及庶人，係嘛？個意思係話，喂，你是大夫嘅時候就唔會用啲普通人嘅法律去走去即係去對付你㗎啦。禮不及庶人啊嘛，你下邊啲人你又講咩禮義廉恥係咪啊？咁但係當然啦，警方唔係士大夫啊。咁但係呢個就講啦，即係法律係有兩重嘅，啊一重咧就對呢啲有權嘅人啊，咁啊好多嘢都得過且過啦，係咪啊？哦，生日開 party 啊，哦搞到周圍都染疫嘅，咁求其揾兩個就可以出嚟算數咯。咩廉政公署專員、廉政公專員啊，乜差嘢呢啲海關啊，呢啲乜嘢？入境處嘅處長啊，你冇事嘅，呢啲全部冇嘢嘅，都冇問題嘅嚇。我哋理解嘅呢樣嘢，因為你有權啊嘛，啊有權點啊點會咗去即係搞你咧咁樣嚇。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睇咧就話呢個警隊登入系統嗰個系統嘅登入嘅記錄咧，發現有好多人就唔係查嗰個案嘅警員係咪啊？咁咧就事件咧就交由呢個投訴及內部調查科跟進。咁呢個內部調查科。有啲咩權力咧？係咪啊？咁但係咧，經過半年嘅調查，哇！話咁快已經半年啦，已經調查咗啦。佢話警方認為個別嘅警務人員因為出於呢個好奇心而入呢個電腦，不涉及個刑事成分。話呢樣呢下嘢好嘢喎！你好奇咁你就唔係呢個涉及刑事成分，當中個邏輯係點嚟嘅咧？又係嗰句，刑不上。大夫啊，刑不上呢、這個即係大夫禮不及庶人，係咪我哋啲人？阿、台長啊，係，我想以學生身份請教阿老師你一個道德嘅問題啦。咁係咪而家咧引證咗其實咧，我及隔離屋咧，個女仔如果係換衫啊、沖涼啊、及佢私密底褲啊，咁嗰啲全部我都冇問題㗎，係嘛？好奇咁，我學習咗想。咁你係好奇，不過你唔係警方嘛。哦，你冇好奇嘅，你冇好奇嘅自由。哦 ，OK， 嗱，你好簡單啫。嗱，你而家諗下，咪有啲警務人員喺嗰個地鐵站嗰啲影嗰啲女性嗰啲底，即係嗰啲嘅底褲嘅。係。咁呢個咪好奇咧？我想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嚟啊！台長啊，我聽到呢度咧，我一定咧要維持我國咧嚇傳統良好風俗。要三打五打，第一打打老师啊！啊，你读书人 B 妈做咩差人做嘢要你教嘅咩？冇啊，嗱，我冇、啊，我冇教到差人。头先我头先系可以好客观地分析一样嘢，我已经讲咗嘛，刑不上大夫啊嘛，系咪啊？你系做官噶嘛？大夫意思系做大夫意思唔系做读书人，系做官。咁咧，警察系官嚟噶嘛？系咪 ？Officer。我想問一下，其實有冇一個特權就係、是、嗱，佢雖然係一個政府嘅部門，但係佢唔需要受到任何嘅監管，亦都咧係唔需要受到任何道德倫理嘅一個束縛，亦都唔需要受到任何非佢呢個嚇、部門嘅人嘅督導咁樣，有冇啲咁嘅部門嘅咧？定係其實而家警隊就係世界上最好嘅？啊、最完美、最完善嘅一個紀律部隊咧，啊，應該咁講啊！我想我中文唔好啊，我想問你啊，台長啊，你作為我老師啊，不如你話俾我呢個學生知乜嘢叫紀律部隊啊？紀律部隊四個字點解？紀律部隊嗰個紀律咧，就唔係你理解嘅。紀律部隊有自己佢定咗落嚟嘅紀律嚇，呢、這個亦都不即係、就是、不由我哋走去評論嘅。譬如話你話警隊係最好咧，英文已經話俾你聽啊嘛 ，Hong Kong finest 啊嘛 ，finest。FINEST 呢個通用嘅，凡親咧即係所有地方嘅警察啦，美國又好，英國都係用呢句説話，就係話即係某個地方嘅 finest
咁意思就係警隊咯。咁所以你頭先講嘅，梗係好啦，無懈可擊啦。咁不過咧，即係如果既然好啊，我激咧，連呢個好奇呢樣嘢咧，其實都唔需要拎出嚟嘅。總之我入去睇，咁我哋要知道點解呢個係構成一個刑事罪行啊嘛。咁梗係要知啦。如果唔係，我點執法？喂，第時你望到有同樣嘅嘢嘅時候，咁你拉定唔拉佢啊？係咪？即係你要知道呢樣嘢啊嘛。咁但係而家咁講，佢話不涉及刑事成分啫，但係咧就會對佢哋不同程度紀律處分。不過又沒有透露這個人數及罰則，這個才是問題。因為為什麼呢？剛才那裡已經說了，涉及不同程度不同階層的這些警務的、就是、人員嘛，有散仔、啊、有高級的，那你現在不是先分開不同程度的，說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就是說會不會是、啊、我們估計但你散仔罰就嗰個紀律處分重啲啊，越高級嘅紀律處分咧越輕咁樣，咁唔知啦咁啊。咁呢個大律師嘅呢位嘅陸偉雄咧就同明報講：，喂，尊重警方嘅決定啊，戴頭盔先啊，尊重個決定啊。所以跟住講嗰啲咧就全部係補飛嘅啫嚇。咁啊，我覺得呢個咩陸偉雄都唔係路啊，直情要加賞啊，要讚賞佢哋嘅勇敢堅毅同埋好奇啊。係啊，係咁樣講。但是好奇咧就唔係呢個免刑責嘅理由嚇，佢認為咧你講咩？呢個咩大律師係嘛？係啊，捉佢問下先。佢認為咧係梗係大律師啦嚇，大嘅律師啊。咁跟住你話咧，認為呢個行為咧嚴重，已經涉嫌咧不誠實使用電腦嘅等可判監嘅刑事罪行，質疑如果有市民作出該等嘅行為咧，相信會被檢控。佢亦都同時指出。因為該段嘅片段咧原本沒有冇呢個見到事主嘅容貌。只是看到相關的動作，是啊，因為那時是這個馬賽克遮了個樣子嘛，即是我們是看到這樣啦，但是警方的好奇登入電腦呢，在其中原文呢，是將這個容貌公開了，即是說我們看到那個，我們看不到樣子，但是他們看到樣子，那也是有分別的，那不夠的這件事，因為為什麼呢？那我們還要跟著呢，即是拿另外一則新聞做一個比較。咁呢個就係連錦雄嘅呢位法官啦，啊裁判官啦，佢就話咧，就即係審到咧有一個即係示威者，咁佢話咧個示威即係有個被判咗罪嘅人咧人咧，就係話當其時咧，其實佢係因為好奇，所以咧就喺呢個嘅示威嘅場同埋示威者之間。咁啊，連錦雄呢位即係法官就話喺佢案他佢其他案嘅判詞入邊咧，本席即係呢位啊連錦雄啊嘅法官，佢就話咧博學嘅同袍嚇，唔係 learned judge 啊，即係我咁講，博學啲同袍其實喺呢個即係英文翻譯過嚟嘅啫 ，learned 啊，就曾經提及咧，有人可能為咗見證歷史時刻而棲身於示威者之間，所以咧並非與示威者。有同一目的在像參加呢個集結，我估佢應該講緊非法集，即係加翻可能佢應該加翻呢個非法兩個字喺入邊啦。呢個觀點咧，想當然係有敢於該次嘅判審訊中咧帶出一個證據而發，唔知道該次審訊證據人咧，自然咧就不疑自悔啊。但本案咧並無證據可以令本席即係連錦雄法官啦，就任何一位被告人作出相類嘅推論。再者，就是本席接納個別被告人是為了好奇見證歷史時刻而決定留意，這也與他佢有跟住有男同女啊之分啊，是否有意參加暴動，這點並無相悖。咁啊，連錦雄法官咁博學嘅啊！呢個法官就呢個好奇嘅問題，就有一個咁嘅評論。咁咪所以我就講啦嚇，即係好唔好奇咧？睇下你自己係處於乜嘢嘅社會位置啦嚇。咁你阿台長啊，係我要引用阿周星馳電影一句名句《少林足球》啊。你講乜嘢啊？我一句都聽唔明白。所以咧嗱，奉喺呢啲黃絲法官咧，佢本身講嘅嘢就係太過複雜啦。我哋應該咧，所有事都好。而家嘅實情就係咧，警察部係 under 特首之下，係凌駕所有嘅政府部門 ，even 你係政府嘅法官，呢個先係事實。
咁所有嘢咧，你解釋唔到嘅，你用兩句去解釋。一，你唔喺嗰度出現就唔會有事。第二，差人做嘢。你我都仲犀利㗎。喂，唔需要講呢句咁臭串啊，唔使就係話俾你知差人做嘢。咁換言之係咩？唔止唔使你教啊，你彈開閃開，仲要唔準講。嚇！喂，即係好簡單嘅啫嘛。哦，以前細個，喂見到，咦？點解嗰個便衣人員佢毆打嗰位古惑仔啊，就 OK 喎？喂，我打佢咧，跟住可能俾人告啊毆鬥啊？點解啊？喂，大佬，因為我係差人咯。喂，呢句其實啱噶，你睇下喺邊個地方都係噶，就算我喺外國都係噶。你唔好話啦，其實已經好啦。你知唔知啊？有一啲地方即係喺東南亞嗰啲，佢仲著住成套警服。喂，攬住個證喺度，唔知槍指住你都仲得啊，係嘛？喂，你同我講呢啲巴啦，總之啊，以後所有法官、學者、記者，哎，嗰啲乜者乜者啦，全部你講嘢之前，你要睇下嗰件你係咪驗 off 警察。如果係同警察有關嘅，你一句都冇講啊。如果唔係，我就而家用講法先拉咗你先。啊，你啲咁嘅學者，啲咩咩法官，咩咩記者喎，咩居心啊？唔係嘅，你頭先講嗰度我都要即係糾正一下㗎。阿連錦雄呢位法官咧就冇所謂，即係唔係黃絲法官，千祈唔好咁講。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加個呢個標籤就唔應該加上去。好簡單，佢之前咧有個案件，我哋都有個啲朋友都喺度在籍嘅，就戴咗啲黃色嘅口罩。咁啊，跟住話你戴口罩嚇影響喎，你想表達啲咩嘢？咁跟住其中一位律師嚟添嘅，嗰個律師我認識嘅添。咁佢我戴口罩好簡單事，跟住你出去戴過另外一口罩，如果唔係你冇喺度啊咁樣。咁所以呢個阿連錦雄呢個呢位嘅法官佢就唔係你口中佢講嘅咩黃絲。佢有錯喎，點解唔拉咗呢個律師先啊？拉佢啦！系呢位系阿法官宽容啫，阿法官宽容啊，仲有啊，而家我同你讲啊，成件事好似 Marvel 电影咁啊，英雄内战啊嘛，大佬边系真系有咁多啲咩黄丝黑布冇噶啦，仆街，咁而家计内部，喂大佬唔啱咪打咯，咁你问我蓝丝同警察你企边边，我一定企警察，你班咁啊挂住蓝丝嘅仆街咁啊呢啲咁啊，真系其实系黄丝嚟嘅，我屈翻你都仲得啊，屌乸声，即系我而家好后悔啊。我点解细个唔读好啲书，唔走去做差佬啊？点解啊？点解我唔学我老豆飞虎中啊？点解我唔走去投身警队啊？黐线噶！如果我投身警队，我净系公共关系科吓、啊，我就用呢一个铁腕嘅政策。你到时唔捻止见到咩八乡指挥官啊？屌你老味！你见得埋我添啊？先头生嗱，呢个讲件即系江湖事件啦。阿陈维敏之前都考过警察嘅。哎呀唔好再提嗰啲咩阿陈慧敏啊敏叔啊，跟住又唔好提嗰啲咩九子华啊，你有冇讲啲咁嘅嘢？嗱，警队咧啊，我知啊，其实咧阿敏叔系做紧卧底，而家佢都系。唔系，你千祈唔好乱噏嘢。喂，一定要咁包噶。传翻俾阿陈慧敏先生。啊，冇，对唔住。佢阿陈慧敏收尾做咗漏记噶嘛。喂，其实不是讲笑的，你好像澳门很出名的那单的凶杀案讲了很多年，刚才讲那个，喂，其实很多这些都是即是漏记出来的，真的。是啊，喂，不是讲笑，以致喂你说即是见到那种好像之前不是有单东西的，不是那些欧记呢、叫他的条一买，跟着不是叫他喂你识做啊，要交什么，被人 cap 了，他是拿电话不知道录了段片摆上 YouTube 嘛。喂大佬。即係有時老實講啦，紀律部隊向來咧，其實做嘢咧好多時都會踩線嘅。正因為咁咧，所以制度上嗱有唔啱啊，台長要補充啊。制度上咧，其實咧你作為呢個部隊，你已經有呢個公權力同執法力嘅時候咧，佢就要你舉證啊，同埋要你咧係你嘅對錯係由其他法官或者其他人去判定，你就唔對咩埋嗰種咧？喂，我 judge 你 ，judge 到我判埋你刑啊！禁锢你啊！即系你个权力，如果咁系独大啊嘛。咁但系而家去到而家，你睇到啊，成件事即系好简单。你话嗰种喂，其实我而家谂到啊，你头先讲个柳记，咁你啲囚犯喂男同女都好，你入去第一件事系点啊？要影相啊嘛，你要除晒啲衫，佢帮你检查，要影你个相，影你有咩纹身嗰啲。咁第日系咪吓相关嘅吓呢啲部队嘅人？又是隨時可以啊內部傳，哇個女囚犯好正喎，呢個嚇三圍哇出眾喎，個樣好靚喎，
跟住你就可以睇啲 personal 嘅嘢先，即係你咁私隱嘅嘢，即係去到而家嗰種恐怖之處就係、是、今日咧呢段新聞聽出嚟，唔同嘅有唔同感覺噶。你問我哋，梗係開心啦，大佬而家喂屌，如果真係咁，即刻明確知道啊，你企邊邊啦？你問我啊，屌何議員咪照屌柒你咯，屌你老母何議員乜嘢啊？我大佬係咩啊？李 Sir 等 Sir 係嘛？喂，我一定識企邊啦，而家唔使講噶啦，真係噶啦，經過今日咧，我識企邊啦。但問題咧，話對其他人嚟講，尤其是做生意嗰啲，喂，嗰啲會驚噶，大佬。你發生有好多事，你一個所謂話懷疑同調查，你就可以嚇、將人哋困住，可以將佢啲户口全部整停曬。我、哦、冇事啊，查咗一年之後你清白噶，我唔係到時放你咯。咁你依一年嚇、受嘅痛苦點計啊？邊撚度有得計啊？你試下計，你試下計。咁跟住哇，好啦，去到第二件事就係、是。喂，就算我是愛國分子，我是那些、啊、所謂典型藍絲，喂，現在的情況就是冇啦嘛，個魚池冇魚啦，啲黃絲黑布都掉曬，打到死曬啦，咁真係冇啦，咁點啊？咁內部分裂矛盾又要人去製造嘅，你就攞咗我由我咁愛國都變撚埋，係因為我同你有拗撬，我變埋係黃絲黑布，喂，咁我生存唔到啊，尤其是我做生意嗰扎，喂，隨時你玩鳩我都仲得嘅喎。咁我咪要走咯，咁跟住喂一个死循环啦，落翻嚟又话，又话冇人才有，其实咧呢、這个循环咧就系、是、会导致咧最终啊，点解话呢个灭绝咧？甚至乎呢两日有啲文章，唉、哎，即系都系我搞噶啦。香港啊，如果啊唔系而家个疫情搞到咁样，其实早已被深圳取代，只不过而家疫情之下，深圳啊、广州啲地方、上海都閪晒，你香港睇落嚟。好似仲保留有一個、啊、叫做獨立，同埋咧係有一個地位，但係問題你內部呢啲事件發酵落去，你嗰個警權力啊，而家仲大過大陸啲公安。喂，你心諗、啊、大陸即係你聽我哋國內聽眾都講咗，有好多唔公平嘅，有啲特殊分子嘛，嗰類型嘅嘢咧，其實有咗好耐，就唔係話咁短時間咧就發酵到咁大。如果你短期內已經發酵到成件事咧咁可怕嘅話，即係我深信啊。其實我必須講一句，澳門咧，大家著套軍裝咧，澳門啲人著軍裝嘅警察咧，係做事規矩好多嘅，亦都咧坦白講係斯文好多嘅。咁你可以話當然啦，你澳門成個澳門都冇黃絲黑布係嘛，所以啊健康碼都係全部過關嘅，咁梗係對你要禮貌啲啦。咁但係起碼喂大家有個感情個抱啊，而家嗰種咧就好似琴日嗰位聽眾講嗰、那個咩實驗啊嗰、那個。公共實驗呢、這個史丹福大學實驗，史丹福大學實驗啊！而家咧呢個係真實上演緊嘅。我睇到而家呢啲新聞咧，喂，你隨意喺啲案件不嬲啊，澳門都係咁嘅。你唔好話警察啦、啊，就算好簡單，你批牌照嘅阿台長，我批間美容院呢單嘢唔關你事啊。阿台長，你條 team 咧係負責啊批個補習社啊，你可唔可以過嚟打我快腦睇，跟住影低我個美容院入面有啲咩裝修啊，有啲乜嘢防火系統，跟住影低佢，再拎佢傳閱啦，梗唔得啦，你即刻停職。唔係喎，嗱呢樣我又駁你，我睇戲嗰陣時唔知咩無間道啲係咁樣嘅喎，喂，係、哎、呀，阿大哥啊，嗰個係電影嚟㗎，唔係現實。嗱呢啲笑話，唉、哎、你真係。大佬，倒翻轉我變咗梁錦祥嘅，喂，我變咗台長嘅，有冇搞錯？唔係咁噶嘛，司徒文俊，你唔好咁低能啊，係咪啊？啲呢高嘢係唔啱嘅，係唔會存在嘅。唔係喎，我聽聞你講到嗰啲，你都係聽睇電影學翻嚟嘅啫喎。誒、哎，嗱，呢個第二個故事嚟嘅，啊，你讀書人咧最麻煩咁啊，因為每件事咧都緊有佢嘅理論同邏輯嘅。唉，但係我唔講啦，我唔再講落去啦。啊，你自己鳩一辯論啦。嗱，總之嗱，關於呢件事，我三個結論啫。OK， go forward。嗯。OK， 嚇、啊、，don't be high。啊，第三句唔記得咗啦。係、哎、你咁耐你都係記唔到呢、這個嚇啊 ，go for it。get in fun, not behind. 其实我想问下，点解要 go for eat 嘅？即系要食嘢咩 ？EAT 啊嘛，系嘛？唔系 go for eat 嘅意思，即系话去啊，去马啦咁样啊。哦，太深啦，太深啦。阿李 Sir， 你下次讲简单少少。如果唔系咧，我哋啲听众咧以为 go for eat 系 EAT 啊，食嘢啊。所以咧，嗱，阿李 Sir 咧，咁啊，因为李 Sir 太学识渊博啦，咁啊，下次咧再简单少少啊 ，OK。咁另外咧 ，get in fun 咁样，唉，你知啦，我啲读书唔高嘅，系咪先？讲两下变咗 get in fun 咁啊死啦！唉，所以唉，即系阿台长，你都系
趁快找第二件事講啦，唔好再醖釀發酵落去啦，如果唔係大鑊噶啦。好嗱，第二件事係咩咧？就係呢位嘅行政會議成員啦，全國政協委員啦，高永文咁啊，原位佢係醫生嚟嘅，咁但係醫生講啲嘢就點解講政治咧？咁樣佢突然間煞有介事講一句説話出嚟啦，就係點解中國共產黨會喺香港祖國完成一黨專政咧？呢個其實歷史嘅選擇。喂，大佬啊，你有冇睇呢個中國嘅憲法㗎？嚇、啊、嚇、啊，喂，中國人民共和國。而家唔係一黨專政噶，佢從來都唔係咁講噶。呢個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底下嘅多黨合作制啊，大佬！喂，你真係你身為呢個即係建制嘅呢個啊，即係行政會議成員，你噏啲咁嘅嘢，你真係唉！哇，即係我想講咧，呢啲學者啊，即係醫學界唔係學者，佢唔係學者，佢醫生屎鳩蛋啦。總之你啲咁嘅醫生咧，喂，你做翻你自己嘅嘢先啦。公立醫院咁多問題，你唔去處理，政治嘅幾時輪到你講啊？喂，大佬啊，三國志會見阿華佗出嚟啊，去同阿曹操辯論嘅，屌你個老尾，你醫生嚟嘅咋，大佬。所以嗱，我同你講啊，我講乜嘢都係啱啊。點解？因為我後面正我後面就係李 Sir 等 Sir。喂，就係我兩個最偉大嘅領袖。大佬啲學者嚟嘅，即係講埋啲咁嘅鳩話做乜嘢咧？嗱，呢個咪即係所謂嗰啲擦鞋，即、就、係、是、拍馬屁拍落個痔瘡度咯。即、就、係、是、你又唔熟嘅嘢，你講嚟做乜叉嘢啫？係咪啊？你想講？喂，你話好，喂，就算俾你講得啱啊，咁咪如何咧？咁啲人係咪繼續即係選擇移民咧？其實你呢單嘢對照咩咧？就係、是、今日明報嘅頭版頭條就係話呢個伊麗莎白醫院嘅護士。有呢個大規模嘅離職，係咪啊？咁離職嘅原因主要咩咧？就係因為移民。咁點解呢個即係做得咁好咁開心？點解走去移民啊？嗱，我讀一讀嗰個頭條啦。伊麗莎白近一年離職護士四成係因為移民。喂，咁呢個有問題喎，真係。因為點解咧？佢離咗職，四成係移民，但係其他寧願喂留喺香港都唔做護士喎。咁呢個五個聯網嘅醫院嘅聯網流失率最少一成10%，哇！你唔撲街一係咁醫事嘅醫護嘅呢個協會啊，咁咪話未見頂㗎。咁咪佢哋即係講出個問題喺邊度咧？佢就話咧，你而家請人都好啦，你補唔到個經驗㗎嘛？有啲緊急嘅事，喂，嗰個病人佢突然間個心臟停咗，你應該做啲咩嘢咧？你咪淨係整個即係心外壓咁咪搞掂咧，或者點？那個醫生不是在場的，而家我見到很多時啲緊急情況，未 call 到嚟個醫生，個護士首先要即係去處理先噶嘛，係咪啊？個醫生做咗幾多嘢啫？醫生甚至已經咁講啦，醫生而家都好多疑問噶啦，係咪啊？咁你高永文，你啊歸為呢個行政會議成員，你啊之前係呢、這個啊即係啊即係專門啊睇呢個即係公共醫療嘅嚇，咁你啊歸為全國政協委員。咁你唔講下呢啲嘢，即係講下呢啲護士離職、醫生離職呢啲問題，你真係講你自己都一竅不通嘅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近代史。你知唔知共產黨點嚟啊？嚇，你知唔知？五粒星你知唔知代表咩嘢啊？呢、這個五星旗上面嗰五粒星代表咩嘢啊？你自己係政協，你知唔知政協點嚟啊？啊，政治啊，台長啊，啊，我作為一個愛國分子，我同你講，你頭先講嘅所有嘢，全部我都唔撚知，我淨係知道咧。中國是一個最尊重人民、最多黨化、最有自由，亦都講嘢，所有嘢係最令到人民係幸福嘅一個國家。係啊，啱啊！你頭先講呢個完全認同，100%認同啊！因為所以我覺得咧，嗱，嗰啲人咧，佢離職咧，係因為佢私人嘅問題，同埋我嚴重懷疑佢哋其實係唔妥啊，高永文嚟嘅。所以而家咧，嗱，我仍然嚴重咁講啊，第一。我要求所有是本身是香港人讲广东话的，无论是警队以至这些医疗机构，全部跨黄文的同胞杀奶、啊、不要跟你说这么多了，就你要跟就跟黄文党委的书记去讲了、啊、书记我不懂。其实呢，我觉得你讲广东话讲得不好呢、啊、我们应该做广东话节目的。你只是做广东话有什么意思呢？來來去得嗰個萬零個即係 subscriber 係咪啊？我哋講下普通話嘛。對，你說得對。動節都
即係幾廿萬啦，訂户係咪啊？咁啊，使鬼而家，梗係啦，仲有啊！我而家積極諗緊點樣捧下台長做抖音網紅啊！我而家諗緊啊，睇下點樣搞啊！我哋下一次就講咁啊！不過未講完呢次啦。係嗱，高永文呢個錯在邊度咧？即係佢第一樣嘢，佢就冇刨呢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又冇聽到毛主席嘅講法喎。毛主席一早已經講咗嘛，一黨專政已經喪失人心，呢個就喺四九年之前佢講嘅。當其時佢就即係批評呢個國民黨咧有一黨專政嚇。咁但係問題啦，當然啦，即係共產黨都喺度，咁我冇所謂一黨專政嘅。即係如果真真正正嘅國民黨一黨專政，又唔會有共產黨添啦嚇。佢就話毛主席當其嗱呢啲喺曬文章入邊嘅有嘅，呢啲寫曬㗎啦，即係歷史有記錄嘅，所以大家查得㗎啦嚇。我哋唔係三三八做嘅，喂，必須喺全國範圍之內實行民主改革。一黨專政已經喪失人心，歸順數地在中國已經冇一個敢說一黨即係、就是、一黨專政有咩好處，冇人民嘅自由咧就冇真正嘅民選嘅國民大會，亦都冇真正嘅民選嘅政府。咁呢個就係呢個阿毛主席佢哋當其時佢哋要嚇，即、就、係、是、去推翻呢個國民黨嗰時去講噶啦咁樣。嗱，我哋再次重申。即係喺中國嘅呢、這個即係、就是、共產黨入邊嗰個論述入邊咧。他們不是一黨專政的，即是這個大家一定要，這個是其他人的講法而已。所以我們如果作為一個建制派，他必須是用這個中國共產黨的版本，而不是用其他人的版本。那你用了其他人的版本，你是不是罪該萬死呢？是去形容這個中共共產黨。所以我們最大一次，毛主席很早就已經反對這個一黨專政了。所以後來呢，他們有共產黨的時候，他就說這個多黨和這個共產黨領導底下的多黨合作仔。你而家點知一黨專政啊？有幾多其他呢啲咁嘅政黨喺度啊？啊，你話佢政治花瓶都好啊，總之佢就喺度啦嚇。九三學社啊，民盟啊，民盟其實係國民黨即係分裂出嚟噶嘛，係咪？你有冇識到呢啲歷史啊？高永文係咪啊？你乜叉都唔識，你係走嚟亂噏。所以我覺得咧，你係唔應該即係如果即係你作為呢個行政會嘅成員咧，我覺得你完全又不合格嘅。而家你應該翻屋企早唞嘅，你真係你自己搞門生意咪唔錯咯，係咪啊？仲要搞啲乜叉嘢呢啲咁嘅行政會議咧，係咪啊？咁啊出嚟去講又講到一塌糊塗。你要講，你事先俾呢個中聯辦，俾港澳辦審批咗先，就你就唔好走去呢個噏埋呢啲無謂嘢，係咪啊？你講出嚟又冇效果，係咪啊？咁啊，咁你話哦，就算係啦，咁歷史嘅選擇咁咪樣，咁歷史一個人嚟嘅咩？佢選擇嘅咩？歷史就係咁多樣嘢發生咗之後，你叫做歷史，你記落。佢冇一個話有個人喺後邊啊操控成嚿嘢，佢有個選擇，哎，我就要共產黨呢個一黨專政，咁冇呢樣嘢噶嘛？你又即係講到又係即係要比喻不倫，唉、哎，呢樣真係垃圾嚟嘅呢樣真係，唉、哎，真係講嚟都冇乜。一句説話，唉、哎，呢、這個今日嚇醫生啊醫護界敗類，我屌你奶！喂，你要了清楚啊，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噶嘛？仲有，喂，你唔好啊 challenge 哦，人哋就可以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哟，你唔得，因为你是香港人，你是香港人吓、啊，对不对？仲有啊，你用啲普通话啊，即系连跟我们说话用你个港仔语言，最憎你咁嘅港仔噶啦，成日啲咁嘅吓，又夹杂几句英语，又话自己系知识分子，啱唔啱啊？啊，真系。唔使講咁多啦，台長啊都改邪歸正啊，由教我呢個英國文學變成教中史啊。係啊，教中史唔係共產黨黨史，我都熟嘅。啱啊，我熟嘅，我熟嘅呢啲，你唔好拋我，大佬真係。對，好啊，嗱，最後即係今日唔可以做得太晏啦，咁啊呢度要完啦。但係最後睇一睇啊，呢個 Blackpink 即係韓國嘅呢個女團咧，喺香港嘅站今日優先發售，開售呢個演唱會門票，炒到呢個係每張15,000元，哇！你信唔信咧？喂 ，won 呀嘛，嗰啲韓國幣啊嘛，15,000元 ，won 主要係 won 咧就搞笑。你唔好搞喎，我哋愛國歌手楊千嬅，人靚身材正嚇、啊，都啲演唱會門票撲曬街。喂，你同我講邊個啊？邊個話佢撲街啊？邊個話佢撲街嘅？都唔知幾易買飛而家。喂，易買飛係啦，易買飛咪唔係撲街咯，咁簡單嘅真係。哎呀，我心就平翻，易買飛啊！
啊唔得，你讲我唔得，真系心脏病，我从来冇听过你讲叶乃飞咧，我令我谂起澳门搞啲演唱会咧，屌你奶真系，企喺出面个巴士个入落巴士个位派嗰啲入场券啊，真系。唔系噶，你嗱你又即系分开嚟讲啦。嗰阵时我过嚟睇阿黄耀明同埋阿边个？系唔讲得噶啲名嗱。关淑仪可以，黄耀明唔系两个都唔得，你话名有两个都唔得，因为关淑仪都有黄某明啦，系黄某明，黄 X 明，黄 X 明系啊，关 X 关 X 二啊，我个人有睇噶，咁都咩啊，都系好好睇啊，系咪啊吓？咁所以澳门有好多好好嘅演唱会嘅，咁所以呢啲嘢尽量少提啦。Blackpink 咧嗱，我觉得大家应该抵制佢噶，你先排嗰单。咩袁咏光歸香港嗰單嘢你都未拆掂，係咪啊？你都未走去拉 Q 咗佢嗰個乜嘢女實習生係咪啊？咁你而家 Blackpink 嚟到又即係炒個門飛係咪啊？雖然你要頭先講話可能係可能係韓華嚟，咁但係都唔啱啊！我覺得關咩事啊？佢唱歌嘅嗰個係欖球嘅咁運動嘅關咩事啊？呢叫連坐，呢叫連坐，咁都拉得埋？拉得埋噶，系咪啊？豬狗族啊嘛，呢啲邊唔拉得埋？法律學科嘢，而家啲點解抵制佢？係咪啊？咁啊，嗱，你講得就，我一陣要唔要叫啲兄弟去啲韓國餐度臨時？如果要嘅，你講得啦。我哋唔會吹暴力嘅，你唔好千祈唔好屈我啊！我唔會吹暴力嘅。我唔會啊嘛，你唔會讀書啊？你講定先嗱。另外咧，嗱，哇真係好恐怖喎、啊！喂，阿楊千嬅嗰個演唱會先，其實認真話，阿台長你評論兩句。有聽眾問我哋，喂，點解搞到咁咧？其實佢啲歌唔係難聽㗎，細個都由細到大㗎，點解會咁咧？唔係㗎，佢即係如果我哋就反而話咧，佢而家呢個時候佢應該呢個中國大陸開演唱會咯，即係純粹呢個原因嘅啫。啲人話潤咗翻嚟好耐啦，個個都。你潤乜柒啊？你潤嗱，我呢個收口，點解咧？你係咪話俾我聽呢個節目有三歲嘅小朋友聽咧？我哋真係唔應該講粗口嘅。啊，叫佢媽咪幫佢。都咗佢。係啊，媽咪爹哋嚇。都咗佢。成日指導係啊。係啊係啊。啊，我哋仲有六歲嘅小朋友，同埋咧有九十歲。即係香港嘅聽觀嘅觀眾咧，唔係離棄咗阿楊小姐，佢只不過話嗱，你而家呢時候咧，你就唔適合喺呢個香港開演唱會嘅，你應該喺大陸開啊。咁我哋而家就俾一個咁嘅動力你，你喺香港咧就唔好開住啦，你放咗上大陸開咗先。咁你咪好似側田咁樣，就開完之後喺香港開翻咯，係咪啊？就咁簡單啫嘛。啊，仲有最尾有個問題。台長大陸咧個節目咧，央視咧有個節目叫《爸爸去哪兒》啊！我想請阿李局長同埋鄧局長上去玩，你覺得好唔好啊？好啊！咁《爸爸去哪兒》係點啊？嗱，平時咧，例如就係、是、講佢個仔同佢嘅生活片段，佢去揾翻阿李 Sir 咁樣。你覺得如果佢哋兩個上去玩，倒翻轉，我哋客串下嚟好唔好啊？佢哋做仔仔嘅角色，揾最偉大嘅人，好唔好咧、我俾個更好嘅建議。他去呢個超級無敵掌門人更加好。他做咩位啊？掌到俾人執鳩食嗰啲 super， 定俾人執鳩食壽司嗰啲先啊？唔係㗎，佢哋同嗰啲女藝員一齊攬住。台長，唔得啦，忙緊啦個題目，所以咧我哋下次翻嚟好啊。好，下次翻嚟，下次翻嚟。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阿鄧登為我煮咗一味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這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西洋牛扒，咁咧入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
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水用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文化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